yeah. I'll play it. If I was you, I'd probably be getting mad too. I know now that they ain't a better thing. Yeah, it's just my attitude. Okay, hey, that's it. Just me, you think you can try? Until you know I'm the guy, you're the guy, you're the sky. I will say I'm second to none. Let me say it first of all. I ain't ever played, but when you try, it's always curved.其实大家觉得台湾实在是太疯狂了，就是说，哎，你们怎么不是线上或干嘛，竟然真的来真的实体？因为他们有时候最近几天，我们跟国际的一些在开了一个会议啊，就是晚上要开那种视讯会议嘛，说，哎，最近我不行，我就晚上都不行。我说 Justin 你干嘛？说我都在参加彩排，或者是明天要定妆。他说你们还有秀吗？说当然。然后就跟他们看我们的 schedule， 他就觉得太疯狂，所以我觉得很骄傲。那在2021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医疗产品、防护产品。那我们的确是制造非常非常多的那 environment impact 这样的污染。那所以其实像我觉得对于设计师而言，我觉得当下是如何在这么迫切需要大家想要这个产品的时候，有没有设计师他可以提出一个可以让大家比方说穿到5年或者10年的一个产品。那这是我在提出有序每一年想找到，就是说我们品牌会找到一个市场上我们觉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因为 COVID-19 的关系，我们失去了很多的家人，我们失去了很多的朋友。其实这跟世界上失去了很多的物种是一样的道理，因为它每天都在发生，只是我们人类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。人类过度的开发破坏环境，其实已经是长期以来的状况了。那在 Low Spur 这个系列里头，实际我们用了像是丹顶鹤或雪鸮、雅各宾这种不同的鸮式的鸟类形态，透过立体剪裁布花的设计来展现、来阐述，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个议题。像我在英国或者是美国的朋友，他们听到都觉得哇，就是 Are you serious?就是这件事情是真的吗？因为很多的时装周都变成了线上在进行，那线上的进行它是一个很虚拟的，还是有段距离的，它少掉了人跟人之间最基本那种温度的关系。所以我很珍惜能够实体的搬秀，因为你会看到人直接观赏这个秀的一个心情，马上很直观的能够感受到，那是很令人感动的。